离合、刹车、油门、方向盘。那这个呢？挡杆啊。哎呀，开始吧，平时怎么练呢就怎么开啊。哎，教练你坐稳点。干啥呀？安全带。拐弯。倒车啊，来，设备借我一下子。倒车，先看倒车镜，离合，倒档，记住，打几把轮回几把轮，打回，听到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练倒车啊。来，等一下教练，我来个电话。喂，老王啊，啊，你儿子回来了啊。啊，你儿子要跟我姑娘相对象的事儿啊。啊，我跟我姑娘说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姑娘看不上你儿子。嗯，行，那先这样啊。嘿，好嘞，来继续教练啊。来，你说大哥啊，咱驾校那么好的条件你不去练，你搞家练。你不知道教练，我姑娘啊不让我学车，我偷摸啊把你请到家里来的，如果要是让他知道了肯定得给我翻脸、啊、他那个脾气可大了。哎呀妈，那赶紧练吧，快点来，咱们继续啊。倒车、啊、倒车完了啊，我姑娘提前回来了，那咋整啊？教练呢？啊，那个你赶紧走、啊、那我走了啊。你等会儿啊，不能走门，一会儿撞见了啊。从窗户快走、啊、帮我把凳子捎回去。行行行行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咋还没走呢？你这是谋杀呀！你家16楼，你让我跳窗户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！啊，别给我整漏了。不整漏。那个，一定把我兜着，我想办法给你找个机会让你走。让我走。然后拜托了，教练。行吧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爸，你咋不给我开门呢？我俩练太极呢。这谁呀？哎，那个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你王叔家那个儿子啊要跟你相对象，这不来了吗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张展鹏。不是爸，我王叔家的孩子咋还姓张呢？是吗？嗯，你姓张吗？我本来也姓张啊。这个孩子呀，从小啊是他姥姥带大的，所以为了纪念他姥，姓张了。那什么，你俩聊一会儿啊。聊一会儿啊。哎，坐坐。哎，展鹏呢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啊，我是教练。教练啊？啥教练呢？大哥，大哥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孩子随他姥姥姓。哎，他吧姓张，他姥姥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他跟我说他是教练，健身教练。啊？哎呀，这个健身教练，你看看他这体格吧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健身的。这小子体格，这健身教练这体格看不出来呀。我是教瑜伽的。虾。对，他在水产上班，教鱼虾的。这个鱼虾呀，不是鱼虾，是瑜伽。瑜伽、啊、那行，那你明白就得了，那你俩聊吧。哎，你是瑜伽教练，我也特别喜欢啊。你做几个动作教教我呗。这几个动作。你不是会吗？啊，你不是会啊？那个，那我就教你一下啊。这个瑜伽呢，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坐姿。哎，啊，做好了以后呢，这个手就得放在档位上。档位、
把位，把位，把位呀、啊！对，瑜伽不得有把位吗？是吧？一位，二位啊，坐姿，把位，脚就得放在离合上，离合，这个脚啊就得灵活呀。灵活，这个瑜伽身体柔韧性得好。哎，那老师，你柔韧性一定特别好吧？嗨，你下个叉呗。下个叉。小叉往下。你自个儿说的。你是一个初级者，教下叉不好吧？我这下叉，你这个是这样吧？对，太对了。来，目视前方啊！哎呀，悟性太高了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就给我悟出来了。赶紧走，他有事呢，他得赶紧走。我走。谁呀？老高啊，我是老王。呀，我王叔来了。展鹏，你爸来了。你是我爸呀、啊？你王叔是你爸？你好啊，丫头。哎，你俩干啥呢？你看这大鼓好看不？哎，王叔，哎，你儿子也来了。我儿子来了，在哪儿呢？那什么，那啥，你俩先聊一会儿啊。来，我跟他的王叔说两句话。来来来，陈王叔，你看那个大鼓，你看，你咋来了呢？不是，孩子的事是大事啊，我过来和你商量商量。现在孩子的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我姑娘不让我学车，结果我把教练呢请到家里来了，结果他早回来了，他要是发现我学车呀，他肯定得给我翻脸呐。所以呀，我说这个教练是你儿子。跟我姑娘相对象来了，你说他是我儿子？对，一会儿啊你就演他的爹，行不行？那不行。完事儿啊，我想办法给你俩支走，之后呢，你儿子和我姑娘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那行。明白没？明白了。来，哎，他明白了。哎、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女儿。爸，我跟我王叔认识，认识，认识好。这个是你爸，爸，这个是你儿子张展鹏，你咋想的呀？我儿子能姓张吗？你不是姓王吗？对呀、啊、你老伴儿不是姓刘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、你岳父吧也姓刘。对对，你岳母姓张。不是，我岳母现在就得姓张了。所以呢，孩子为了纪念他姥姓张了，明白没？啊，滴水不漏。我先走了。哎哎，王叔，你这才刚来走啥呀？不是你有事儿啊？嗯，没事儿，都没事儿。坐一会儿，坐会儿，咱都多少天没见，坐一会儿啊。他不让我走。孩子，给你爸喝点水。爸，喝水啊！不不，谢谢儿子。嗯。爸，我咋感觉他俩像不认识似的呢？什么？不认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这爸不认识儿子呀？你俩咋不认识咋的？你俩？哎呀！哎呀！啊、儿子，爸呀！爸呀！儿子，哎，想死你了，爸！哎呀，别坐车了。我俩特别好，我俩认识。喂，你爸吃点水果。来，爸吃橘子。来啊，不是，来，爸吃香蕉。孩子，来，都是你爱吃水果。孩子，爸，我糖尿病。哎，展鹏，你爸糖尿病这事儿你不知道吗？爸，你糖尿病我咋不知道呢？
得的啊，刚得的这个病啊，对对对，早上尿着糖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啥，啊，水果也吃不了啊，咱们唠点别的。哎，那个老王，你老伴儿他孩子他刘姨、哎、是不是身体不大好啊？身体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前两天不说腿折了吗？听谁说的？那么咒我媳妇呢？怎么事儿这么多事？你不得回去照顾照顾，腿折了吗？完了，回去照顾照顾。折了，折了，那个腿折了，我得去照顾，家里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！走啊，回去吧，孩子，孩子留步，留步走。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刘姨。我刘姨来了，展鹏，你妈来了。不是咋整？不是这咋？是不是谁来的？这咋？在家呢，刘姨。哎，正好。你们这一家三口全齐了啊！我儿子也来了，来了，哪儿呢？这儿呢，来来来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给咱儿子介绍对象吗？我来看看。我先给你介绍个儿子啊。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啊。老高头呢，在家偷摸学车，请了个教练，他姑娘不让，然后给堵到屋里了。他呢就说这个教练是咱儿子来相亲来了，听着没有？那脸盘也不像你呀。必须得听他的，要不咱儿子那个事就得黄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，关键是这小子姓张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你捋一下他为什么姓张啊。首先呢，我姓王，啊、完了，老高，姓张。刘姨来了、那个啊是这么回事，你妈呀姓张，我妈不姓，现在得姓张了。这孩子啊为了纪念他姥，所以他也姓张，明白没？明白了，帮我圆过去啊。行。我儿子。这刘姨啊，你腿不折了吗？我腿折了。对呀、啊，不你跟我说的吗？前两天下大雪，把腿干折了吗？啊，折了，折了，折、啊、了。是前两天摔一下子，折了。哎呀，现在走路不方便。啊，是。哎呀，这放这儿上。啊，行，舒服多了。哎，你们仨咋不说话呢？不是，你妈你爸都来了，你咋不说话呢？爸妈一路奔波累了吧？啊、哦、我们不累。爸，你不觉得这个气氛很尴尬吗？不尴尬啊。这不挺好吗？其乐融融的，你看。对，不敢啊。来，儿媳妇几个？哎，不是，我这回来擦一擦。其乐融融。你看啊，这个孩子呢，刚从外地回来，你们仨赶紧回家团聚去吧。啊、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们都等一下，这么一个留步留步，不用动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了。爸，哎。开门呢？二叔。爸，啥也别说啊！大侄儿啊，啥也别问啊！你现在看，这个是不是你爸？是啊。那边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妈？是啊。中间那个是你啊？你哥？我哥？别的啥事回家问你爸妈。来，我先领你认个哥哥。来，他弟弟来了，叫哥，哥，叫啥呢？弟弟，过去吧。哎，坐来。哎呀，这家一家四口人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俩双胞胎，你看，这俩双胞胎长得像吗？
不是哥，你哪来的呀？问咱妈去。啊？我哥哪来的呀？你哥从哪来的？你问你爸呗。爸，干啥？我哥哪来的呀？不知道，我没参与。问你高叔。高叔，我哥咋来的呀？他跟我。别说了，行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哎，这个孩子，他是你王叔当年捡的。爸，你别编了。他们四个坐这这么尴尬，我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不尴尬。你是不是又在家偷摸学车了？我没学。这刹车片还在这儿呢。我早都看出来了，他就是驾校教练。你还串通刘姨、王叔他们一起合起伙来骗我，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？我就学个车，怎么了？我不是不让你学车，是你的身体不允许。我的身体棒着呢，我血压一直控制得很稳定，我为什么不能学？别逞强了，老爸。有些人你身体棒着呢。前几天在外面下棋，高血压犯了，是被好几个人扶回来的。老爸，你这样要是开车，我得多担心呢。你为什么就非得学这车？我要学。姑娘，老爸，还记得小时候？你上学，我骑车带着你。现在爸老了，带不动你。你也长大了，每天上班，风吹日晒，爸这个心疼啊。你妈临走的时候嘱咐我，一定要照顾好你。爸就是想买辆车，送你上下班。等你有了男朋友，结了婚，爸也就退休了。教练，哎，